这是上次吃剩的雪媚娘，你说咋做？我不知道呀，蘸这个吗？脆皮巧克力雪媚娘，先整一个草莓的。你快点中不中？你都没蘸上，你看你这上面没蘸着，你看他做的是啥狗屁？蘸不住，蘸不住。我让你多弄点巧克力，你瞅你，咱家巧克力不要钱，多放点，知道不知道？快点，快点，你也慢死了。瞎胡搞，这盘子装不下来了。你拿着吧，你举着吧。来，脆皮雪媚娘，嘎嘎好吃，好香啊！哦呦，做好了啊，脆皮雪媚娘，你先来一口，能咬动吃吧。脆皮的，嘎嘎好吃。我吃个巧克力的，就像吃雪糕一样，里面是粽子，来个草莓味的。嗯，粽子一样，不错。特别好吃，真好吃，比雪糕都好吃。暂停了啊。